和草坪的柳叶三十，有一批乌龟，这个菜叫为一凤沙，已经送到台湾呢。草坪呢也是对阿姆斯特丹鸦片呢，从鼻样机送到台湾，下周边呢就到来耶。接下来呢，陆续还会有一个乌龟，这个菜叫为一苗陆续到货。韩国对金不言今年处以意思，鸦片乌龟是控台自杀的对象。亚拜呢，亲自要控台的亚一凤沙呢，就是先前哦，美国几乎本俄国几乎本台湾的250万枚的莫德纳疫苗。中央六号疫情指挥中心咪讲呢，提醒大家系讲合乎资格的，第一堆到第八堆亚片所有的对象，就早的开始去做本登记，开始做一凤沙。虽然讲哦，亚今年的唔知向这边有，有发现到冇？像数据啊，又见传一种假消息，也是有关注意防沙，还唔讲一个老人家呢，唔好去注意防沙。另外讲呢，其中像有条唔看啊，有条系同讲，像疫苗呢注射过后，有可能国内国外嘅效果冇相同，那么一种疫情要注意到诶。再讲哦，其讲呢注意防沙过后，强怕会出现物嘅，水毛水水啊，就点脱咧。以前韩国专家讲，系讲土亚世界疫情拆开来嘅世界，老人家爱先做预防沙，怎么有保护力？虽然讲一下有一种新嘅，再有种偏土，一下有检测嘅，专家小组嘅小心人庄双顺，佢提醒呢，因应再有种偏土拆开来嘅情形，一下注射疫苗、注射预防沙，按呢按眼神度红嘅保护力。将会提升，故说还是提醒大家，合乎资格，积极去注意防沙。去注意时节，你爱注意的话，很多嘛，个呢，其实当简单。有些朋友是爱带的一个身份证、健保卡，一两种，然后去带好就做得去注意，当简单哦。还个注射过后，爱注意嘛，个的。像注射过后哦，在现场唔好讲，按脚就会转呢。在现场了差不多15分钟到半点钟才转去。然后呢，还讲呢，因有发烧，体温超过38度，大概有一种相关的副作用，一两日嘞，人就会吓得嘞。像鸦片呢，有研究就讲哦，注射过后会有滴位副作用走出来。不过乡亲朋友唔是太搞笑，像有滴副作用，轻度两日就会解除，人就会吓得嘞。像经过统计呢，有滴话注射嘅蔬菜，像有鸦片、素鸦片呢，注射嘅蔬菜会重重，另外人会吃到冻开，有人呢注射过后会头脑痛，强怕呢头脑会痛到憋憋滚，另外呢肩胸会痛，还讲呢透气强怕会有滴话冻困难安尼嘅情形透气唔得，还讲呢心肝跳颤会吃到干苦。一条呢，提醒乡亲，差不多轻度两日嘞，人就会吓得嘞。乡亲就记得，假设得会滚水，还个多休息，聊一下，安尼副作用就唔会继续下去，人就会吃到吓得，还畅快嘅。